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乔林日志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在新加坡买金的一些知识分享哦，然后带大家来这一栋叫做城市购物中心，英文叫 City Plaza。然后它位于就是 Geylang Road 810号这一栋旧大楼，那旧大楼外面一楼有很多电信跟换汇服务，然后这是它的正门口，像一样疫情期间要扫描 QR code 才能进去哦。然后在大楼的一楼，那我们这边要在这里这一层，然后找一家传统的金店。你现在看到有很多卖衣服啊，卖假发，还有卖护发的一些东西，也有卖鞋子的。然后中间这一个是他们的广场，有的时候过年呢，还是一些特别节日，像圣诞节，他们这边会有特别的装置艺术在这里。然后现在就是普通日常，所以没有什么装饰，就是这家。OK OK， 所以这916是8:88分可以。OK OK， 好。如果是这个是189，189，好。这个就稍微大一点，219。那它没有的是对面，后面那边。趁这个在看，等一下你拍照。看到吗？看到吗？2:04，再一次。102。还是2:04。就差那么一点点，0.01而已。0.001，不是0.00，还是2:00。Okay, 因为有时候我经过，就是会磨到这样。没有磨，只是因为是风吹。你看它或者是，我们也是差不了多少了。我们给你这个价钱。再量第三次，可以。第三次。OK。所以我没得讲。好。第三次。好。要拍照吗？没有，我是录影的。那个地方两边都有打999，可是只有这个环有没？啊，对呀，它整个是吗？如果不是，它可以打在那里，它只能打这边，然后你看它，它打这边等一下扁掉嘛。你要知道竹筋很软哎，你看它打了都已经凹进去了，然后它有一个狮子印啊，你看这边，你去问它有一个狮子印，这边，我的小围子对。借我放大镜。999，看到狮子印是在这个角圈这边，这个，来它的一个菱形的那个狮子印啊，
有没有已经因为如果它的打在它的旁边哈，等一下那个方形变成凹进去啊。手工费吗？你要我写上去都可以。好，87.67。我写工钱了哈，因为我们是写工钱的。好，87.67哈。嗯。2.05，你看它上半身，因为他们会跟你算得很清楚的，因为他们打单，这个是他们 computerize 啊。嗯。94是吗？嗯。可以扣掉880.37，我们是一样的，87.6。2.05，2.05，2.05，2.07，就等于880.37。嗯。啊，消费税7%。哦，消费税是19.37加7%，那就会300咯。OK， 把它换算出来，它会准准的这个小数点呢、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有时 calculator 也没有办法这样准准的，他们只是因为他们已经 set 好，好就知道。好，好。那有个问题是，这个可以确定是新加坡认证，那有没有办法认证说我这个是你这边买的，靠这张纸吗？啊，对，靠这张纸。哦，只能靠这张纸，因为上面没有你们公司的 mark，没有。靠这张纸。哦，就是靠这张纸。啊，这个如果单纯没有这张纸的话，只能证明说这个我在新加坡买的。对，如果没有这张纸的话，只能证明我在新加坡买。啊，哪一家金店不确定？那如果是这两个合起来客数对，才能证明说这个是在你们这家店买的。啊，对。可是如果说假如如果你能在别家买，假我们的店是，如果你在下面那里买，OK， 有些他们也是从中国买，我是这样讲的。中国买就没有新加坡的那个印，没有那个试纸印，对，试纸印，因为那个试纸印是我们下播的。嗯哼 ，OK， 如果他是打999，中国也有999，对，我们台湾也是有999，对，对不对？可是都没有试纸印。对，试纸印是政府认证的，你可以去问。OK， 这个是，所以我如果从其他国家带来新加坡，我要去政府认证吗？不用，是说你拿来，我们就帮你看它是属于什么成分的精。我们就跟你，如果你要换，我们就到按金价再，成金价，然后要扣一个18%。哦，你说收购吗？那个是兑换的价钱，收购的价钱就66。66，OK，了解。所以就是不管你在下铺哪一间金店，我不管你去 ，OK。假设你以前有买了，你说哎旧了我要换，还是已经断了，你想我要换，可以拿回来，我们就看你是什么金66，我们就乘你今天的金价88啊。OK， 假如那个是三克，我们就乘你金价88。OK， 扣一个18%。就是我跟你收216，你可以换什么东西都可以。可以。只能换什么东西？不能换钱。你换钱可以三克，362，这个价钱。62，旧金收购，可能是916嘛。对了对了，我的比方就是刚才如果216是给你换东西，我们就给你高一点。如果你要我们收回的价钱就只有180多。OK，懂懂懂。你换东西我会给你高价。了解了解。就可能他旧掉或者是不喜欢了，我要换其他喜欢的。对。OK，了解。不管你哪里的，我们也是按什么金就跟你照收什么价钱。了解。OK， 好，谢谢你，麻烦你这边跟我签一下签名。这个是给我的盒子。对，盒子长这个样子。每一家盒子都不一样。麻烦了。我翻跟你折在里面，还是你要另外收？你有信封吗？有。好，用信封好了。用信封。OK，
袋子，很美哦。放进去收据跟金子。414再量一次，刚刚也是414吗？ OK 再拿出来再量一次，你买的是916的项链，新的啊，不是二手的。对啊，有些地方他们是买二手的，460。你们店也会卖二手啊？啊，以前我们有卖二手，现在没有。OK， 好。有没有信封？信封啊。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的话，也可以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